先写龙武探子还是龙来都可以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挥毫，写今年春联的吉祥话：龙武探吉。国家通市长张善政的春联：龙来讨喜到宣传。桃园市议员写龙来讨喜。唔，那个记者阁找通市议员顶头做会，这个讨喜这两字，敢那看字面真好格调，但是伊的台语发音都敢那讨喜同款，予人讲真怕出水。不止一次出现在桃园了。我作为桃园的这个老县长，我记得以前都是看到什么讨喜福源啊，都是用吉祥如意的角度，用正面的角度来解读，怎么会想到这些来攻击张善政市长？朱立伦爱外界，唔通胡兵解套，但是这个中常委的改选竟然发生人无够的情形，选进中常委需要29个人，虽然有30个人登记参选，但是有3个人听书不完成，等于敢那27个人要选有登记都选得掉。中常委根本就是等一个空壳子而已啊，只是要填啊。我们未来会跟着主席一起共同努力打拼。国民党在历经了三次的总统败选之后，我们必须要痛定思痛，我们必须要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。学校29个名额，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中型政党，它不是大党啊。中常委的人数，我都认为是太多了啊，可以去思考瘦身。朱清立委建议不如搁再缩减人数，但是安尼牵涉到修改党章的程序，可行性无大。但是党主席手里有指定中常委的名额，敢会当刷来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？常委我们本来就有主席可以指定6到11席啊，那过去我指定都是不足额，所以加起来绝对是已经很多数字了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。根据了解，指定中常委和选任中常委的名额也未当互补，欠人的部分只好予伊继续空伫咧遐。《民生新闻》综合报道。